好的，你确定吗？图都已经出来了，那还会错吗？哎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这东西是在我肚子里面，我都还没有紧张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 佩莉啊，不如我们把孩子给生下来吧。你放啊你！他没有想受够呢，怎么可以让一个孩子给困住？啊！别告诉我你打算把孩子给，就是要把他给打掉啊！这不太好吧？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每天这样多人堕胎，堕胎激素一定很高明啦，不然不是每天死一堆人了。 佩莉，不如我们结婚吧。喂，你烦不烦啊你？你不要这样老土可以吗？黄伟杰，我警告你，你若是再算这种没有的话，就不要给我跟着来。 拿剪刀给我。 是谁打电话来？陆礼杰，刚才医生真是佩莉赢了，但佩莉坚持要把孩子给拿掉，而且生气跑了。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阻止他这么做呢？当然啦，这可是人命哎。 把我们当年的事情给说出来，这是说了出来，会有孝亲主不去堕胎吗？反而让他恨我们，隐瞒了他这么多年呢。唉，我想不会吧？为了阻止他，把我们两个孙子也弄没了。 任何方法我们都要尝试啊！只要不会因此影响到我们和佩莉之间的感情，那就好了。这话说了出来之后，会伤我们之间的感情的。我不明白了，我就在这里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吧。你们这里有什么事情隐瞒了我这么多年？佩莉，我们不是有心要隐瞒你的。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女儿，叫我要去堕胎的话，你们也管不着了，这我不是你们亲生的。佩莉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们谁也不是我的谁，你什么资格阻止我去堕胎？ 佩莉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就算是不理我，你要想想你的父母啊！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爸爸妈妈。伯父、伯母，佩莉说的是真的吗？黄伟杰，你赶快滚开！我现在就把孩子给拿掉。好，我说，我这就把真相给说出来。佩莉，我们俩。 确实是你的亲生父母，只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也的确隐瞒你一些事情。其实，当年由于家里太穷，
根本养不起孩子，所以当我发现你妈妈怀了孩子之后，我和你妈妈就打算去堕胎，而这一个胎儿就是你。当时我和你爸爸都已经到了非法堕胎诊所内，在去动手术前的几个晚上，我们两个一直都睡不着。其实我们两人都很清楚，我们是多么的渴望看着你能有机会健康地成长，然后结婚生子。终于我们还是在正式动手术前一刻的一次两眼对望后，确定了彼此的意愿是一致的。于是我俩二话不说地手牵着手，便快乐地大步地走回家了。当时的我们无比的快乐，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，再没有什么快乐能够让我们亲眼看到你逐渐地成长，逐渐地能够找到自己的将来。所以最后让你有了活下来的机会，这是我跟你爸爸这一生中所做的决定当中是最对的一次，也是我跟你爸爸最值得光荣骄傲的一项成就。佩丽，佩丽，让我娶你，保护你，照顾孩子。而且有机会过一个漂亮的人生，好吗？